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族群的重要哦，多重要哦，八支、三支、一支、二的重要，八封哦，八封。这个来讲，用达圣队哦，圣达队哦，我们是基本上已经通关到这边了哦，问题没有很大哈，最怕就遇到这两支，那无所谓了，照扁就对了。哦，我先杀左边那一只啊，左边那一只。前面打是不痛，可是后面一锤我就痛到脸都歪掉了。哎呀，留一只给我啊！哟喂，好家伙，还要留给我。我现在除技哦，问题是，你没有留个几只小弟给我，我怎么除啊？不要消光珠啊！哈，吓死了。那光珠这样轻轻笑啊，我不要啊！哈哈，算了，一直跳起来已经算不错了，至少集到十回合啦。哦，至少集到十回合。这个的话，这次打九千多，先把它 K 掉了。是减伤，哦，我切，不是减伤，来吧，留一只给我就好，我要求不是很多，哦，好，也是六千多了，留下来，说真的。小兵，我们这队小兵会比王更难打。哎呀，忘记开了。魔力召唤要开了哈，先不急哈。哎呀，才讲完而已就把它消掉。再见了。哦，前面主技的问题比较大而已啦，那技能出起来就没有问题了。嚯，那个火焰这样燃烧，看的就那个哦。先杀这两只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右边那只，你要等他打很多次嘛。等他打完打到的时候，我都差不多已经除好技了啦。我可以这样讲。啊，中间那次我就怕太早被他锤到哈。哎呦喂 ，miss you，miss you。啊，为什么会出现骷髅头啊 ？shit。哎，我们妲己已经有了，我在干嘛？好，下一关是水鸡龙哦，这个我们就直接先开技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基本上这种小咖的是一定是势必是一波带走了哈，只是要带的漂亮。哦，龙科开下去。哦，为什么打这种小只你要开龙科？因为龙科是要绿珠用的，不是拿来打的。哎呀，我笑到了，我吐血了，我吐血了。哈，漂亮！我在干什么？刚刚不小心笑到了哈，算是一个手误了哈。好一个 CDE 哈，就是要给我死的意思就对了。他有八十几万的血量，这个我估一下应该是开大圣跟毛上机应该就够了。
大蒜跟毛桑鸡。好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啦。哦，留妲己再下一波哈，因为下面还有个那个中毒的哈，那个异界，哦异界。那就是属于这个属于一个绿柱的 temple 哈、哦，所以基本上是会扣血的哈、哦，那就是毛仓鸡应该是不需要开了，我觉得啦，直接开妲己哈。刚刚好五颗，补血，这边再补血，这边再叠个五颗哈、哦。哇，这个弄过来一下哈、哦，又是几万的血量而已啊，一波带走不是太大问题啊。再来这是，哦，整版问号哈、哦。欸，我刚刚忘记看了，冲太快。哇，这边就是属于一个绿珠的 temple 哈、哦，不是绿珠了，那个厨技啊，厨技。哦，这边我们就是把技能全部出回来就好了。哦，它 CD 2，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压力。哦，我们用的是大圣哦。珠子要记得啊，忘了就没办法了哦。因为你马上就下去转，基本上对你来讲视觉上是没有太大差异的。OK， 鬼王，风化腐蚀，3000元哦。撞到3000块哦，哈，撞到3000块了。基本上是可以很快就把它处理掉，所以不用浪费太多时间。哦，天雷战场，哦，全部技能开下去应该差不多了。龙科四 combo， 我们看一下四 combo 的威力如何。四 combo， 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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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是 combo 也可以杀人哈，那这一队的 OP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8-3-1-2族群的重要哈，族群的重要关卡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